随机超能力，三二一，停！能立刻见到想见的人。哎，好家伙，终于不是坑爹能力了。啊，但是这能力有啥用吗？等一下，这些没上线的人不会也能见到吧？试试看啊！我现在想见到小紫。能力激活，我来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突然登上游戏了？嘿、哎、嘿，小紫，是我用超能力干的。哇靠，你是不是闲的啊？我正搁家吹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然后打算好好的睡上一觉呢。你喊我过来，到底有啥事啊？这我其实就是有点想你了嘛。有病吧！好家伙，就这破理由打扰我睡觉，你给我进水里好好冷静一下吧。哎，小子，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啊，我。我的妈呀，差点喝水喝饱了。让我想想啊，接下来该见见谁呢？哎，对了，不知道辉哥在干嘛呢？让我见见辉哥吧。能力激活，杀！啊！我勒个刀！我不是搁家上厕所呢吗？怎么一瞬间跑到这儿来了？啊，当然是我喊你来的呀！好家伙，是你呀，瓦卡！说吧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儿？这个嘛，其实是……让我猜猜，是不是蛋贩子偷你家菜？让我来一起教训他！啊，不是不是，蛋贩子没有来。那难不成是伪蛋袭击了你的庄园？和伪蛋也没什么关系了。那你到底喊我来干嘛？我就是想看看你在干嘛啊！给你干嘛？我服了，就为这事你就把我喊来？我上厕所屁股还没擦干净呢，啥也别说了，受死吧，瓦卡！那你，辉哥，你别抽动啊，我闹着玩的。太惨了！为啥大家见到我都不开心呢？哎，不对，还有浪哥，他肯定不会怪我。我要见到浪哥。此时此刻的小浪，保安队突击，让蛋贩子跑了。蛋贩子休想跑，吃我一拳！杀！给你看看呀！这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在这儿，瓦克兄弟？这其实是我的超能力，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，浪哥？哎呀，我们正在追捕蛋贩子呢，你这简直就是没事耽误事儿嘛！啊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得赶紧去继续追了。大家都忙，忙点好啊。兄弟们，我突然有点想我的爷爷了。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遇到危险，爷爷无论在哪儿都会及时出现在我身边。可是自从爷爷去世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愿意义无反顾地来到我身边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哎，等等，这个超能力能不能见到已经去世的人呢？老天爷啊，求求你让我再见一次爷爷吧！能力激活，杀！这里是小时候我经常玩的地方。爷爷，爷爷你在吗？果然还是见不到他吗？等一下，我听说用相机可以看到去世之人的灵魂，让我来试试看啊。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，沾染魔法的乖张清晰却